打残了，跑了。三还有吗？三，你跟谁装逼啊？三层楼，一楼对面。哎，我操！哇，有雷！别接，别拉，别拉！我先爬下。打头，打头，打头！这个打头了，我操！我没头。我来。明。二楼大概哪位置？二楼客厅。大厅。 倒了倒了，一楼外面。那你怎么过来的？我操！二楼下来一个。他应该是从那房顶上。一楼在外边，一楼阳台。完了，这个金标一标二楼，靠楼梯口那个位置。楼上有。是。真厉害！来，我接着你。 其他的交给我了，一切的，哎，不要挡着，下一楼的人，我来。一楼楼梯附近可能，一楼阳台有个八倍镜，一楼半，一楼半还在一楼半，没动了，没动了，他没动了，上去了。来，左边小房间雷，我扔闪了。我操，那家伙找不到路了。 没事，他死了已经。<笑>拿下兄弟！兄弟好烟，兄弟好杯，扛走去服了。打了我两枪。哦。故意送，故意送的。我准不准？故意送的。你那你先说我准不准？<笑>天，他妈头盔都被你掀没。 <笑>对啊，他妈头盔都被你掀没了，<笑>来把卡吞。<笑>他还带个八的呀，先捡着用先。对。他妈的职业，我操，他妈的，怪不得。哎，扑上扑上扑上，赶紧往前面扑，这个四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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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知道肯定。干了。掉。 给你 K， 这没把干拉的打掉，太让我失望了，兄弟。是在玩帅的。因为我掏了个双狙，兄弟。那兄弟，你就掏你双狙，兄弟，掏双狙，兄弟死了呀。这锅底，兄弟，你这样子加的。那假设铺的那围墙，来，我掏。假设围墙一个。 你还吃个留着待会儿，掐！哎！哎！哈哈哈哈哈！我这个主播给你当兄弟，还可以吧？ 但第一枪，我说如果，下次可以少的，又来了，来了，兄弟，哎，好多人啊，兄弟，我。 兄弟，这他妈有一堆人啊！原来。